亲耳所听亦非真实。哎，你好。我不好。嗯。哎，我在哪？哎，我觉得你是什么狼？你是什么狼？我隐身。我是怪盗，我是怪盗。好，那会儿关灯，你就直接放五号。待会儿杀五号，关灯关灯，马上关灯，咱们加 CD。好的好的，等一下，咱俩直接开双包。你就好好在我肚子里面吧啊！你不要说话，你说吃谁我就吃谁。吃那个园丁，园丁在前面吗？怎么吃它？在哪儿啊？那个园丁？不要动！不要动！你能不能不要吵了呀，我天哪，你能不能安静一点，我的妈呀，安静一点吧，不要吵了。我好拉铃了。四号是送货员，他想吃掉我。九是一头狼，他想刀掉我。九是狼，他要刀掉我。B 和七两人当中，有一个人给我塞了烟花，你也是那个一号。是非常幸运活到了拉铃。哎呦，笑死了！我听到有人说，你说吃谁我就吃谁。然后我当时视野里是四五两个人，要么就是三四五其中一个，然后我就赶快跑了，我跑到花园去了。我基本都没离你很近啊，我怎么着？首先我并不知道这个脏水为什么会泼到我身上。开局的话是有跟这个八换过身份的啊，换过身份就已经走了。走了之后呢，我就去监控室，去监控室呢就是看监控，我也没怎么看吧，也就是在那钓鱼啊。就是开局的时候我也去过那个餐厅，我不知道这个五号为什么就是说我是火辣辣，我感觉他是个鱼人啊。陈大哥一定要相信我好吗？四号绝对是送货员，然后这个九号绝对是狼。四号的声音，没错，就是这个四号说，别说，让我说完，我这边马上就要睡觉了哈。来，这个大家听我说，给我一个麦，这个五号肯定是愚人，一上来就乱踩人。四号送货员哈，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会狡辩，怎么这么会玩呀？大家可以验一下我的，真的，他没有追到我哈。我是个哨兵，带刀好把这个五号给刀了吧。你是哨兵，你不是哨兵。我跟你说，有人给我交换过身份。这是全票打飞四号，打飞五号。这个五号，我不知道他一直在搅什么浑水啊。咱们把这个票投到五头上吧。你们干嘛呀？谁吃人啊？